我是杨欣如，我今天要拍的就是中秋节的视频。哎，这里呢就有食物，这里是我们家的阳台，然后这里在点火。嗯，火在哪里？哦，在这里。好像是我玩多点的。然后这个灯呢？它会变的，它自己会变的，做的，不要再弄了。好，这个应该这是什么嘞？芋头没？然后这个是，这个是什么？糕。我这个就是抹吉，抹吉，有那种蜡烛的味道呀。没错，这里点了。我再弄回去一下。回去自己变的，这样吗 ？OK， 它自己变了，看到吗？来蜡烛。好了，大家又这样，这里有个小蜡烛。哦，没有人猜灯谜啊？你有灯谜猜吗？灯谜？我要戴起我的项链。哎，放在上面有线的。看一下有什么图案。有什么图案？有。看不清。这是古风的，这个嘞？这也不懂是什么。这个是鸟吗？看起来很像鸟。大家，你们看。灯。不过光了。那个紫色的拉的下来吗？我们这里其实还有一个灯的，不然不可能会那么亮，照上去也行。OK， 来这个就是这个呢，有两个紫的，然后是两个粉红，两个红，一个绿，一个黄，每一个都有不一样的图案。你确定？来，拿出来看一下。哦，这个是，这是什么的？这是图案。你家每一个都是一样的。还需要吗？好像没有。哇哦！这有个刀片，是什么呢？那些是披萨。关这里的灯，我们要关了哦。过年，接下来这里就清楚啊，很多。你在这里能看到它是鸟来的。这个很好看，小的那样。这个是灰太狼。很可爱，来来个特写了。点什么？点什么？这没有电吗？咦，这是什么？蜡烛。蜡烛放哪里？放哪里？放地上。放地上。啊，放上面这边啊。到你们俩。嗯。你们要拿。啊，我不敢。全部点亮它，不要点到有蜡烛啊。直一点，放直一点。那个蜡啊，不要动到我的那个模式那边啊。我现在在点，我第一次点哎、欸。那很好玩的，是不是？好像生日这样子，是不是？嗯，可以了，吹气。喂，叫你吹气更好了。放一边，放一边先，放在包槽那边。那边。哎，我成功了，进来。小心啊，喂。我进来了。我看不到我，你怎样拍照了？哎，小心啊，你们。哎，那个灯换去白灯啊。嗯。那个灯啊。哦。会白灯，会白灯，哎呦。你们还有圣诞树那些吗？哦，对。啊，妈咪，你在做什么啊？哎，怎么这个桌子这么美，没有人坐的啊？但是不敢啊！坐啦，你们可以在那边坐，讲话、谈天这样子，假假这样子啦。来拿东西。你拿东西吃快点。拿什么？啊，我要吃马蹄。可以拿。吃啊，吃喽。我这就两个。啊？马蹄就两个。啊，吃啦吃啦，切，叫妈咪切。
马蹄只有两个哦。然后这里有那个葡萄，因为我们太怕那个火，所以那个火哪里？哎，这个不用给，这什么来着？这个番茄啊。来看一下，好吃吗？酸吗？不酸。嗯，其实很酸。哎，你要吗？嗯。葡萄。我在这里静静的吃葡萄。看不到你。会热吗？你们？蛮热的。要开灯吗？婆婆在看戏。要开灯哎。他们在做东西。我还想要关灯。来看我一下，拍你们拍照。喂。嗯。哪里？哎呦呦呦呦！机场，机场。刚刚很长，你有拍到。现在嘞？心妍，看看我，嗯，心怡，你躲在心如的后尾耶，我只是看到心如的发夹罢了。哎呦，我的，什么来的？牛奶嘛，热饼，黑色的、哦，黑色的哦，很大片呢。哎呀，你要吗？哎呦，看一下，哇，看到吗？月饼。OK OK， 等下，不要动不要动，嗯，可以了可以了。还有。嗯，没有。还有另外一个。看一下这个。嗯，等等，好，做完这个先。嗯。嗯，这是什么啊？这是酸糖。嗯哼，哎呦，你是几个啊，喂？哎，是一个喂。吃这么多个喂！没关系的，两个吧，两个。你你吃酸糖了，不可以吃其他东西哦。啊？因为你在咬着。哦。还没有吞。挑战无表情吃酸糖。可以没？讲讲挑战。心如心猿 fail 了，心猿。两个 fail 了，你也是不能了。心猿。那什么？白开水。哎呀，你应该讲最贵的什么？最贵的白开水，最色。你一个人喝饱啊？没有人跟你交叉杯吗？要吗？我一个，谁要？来吧，倒你的白开水进去。来，干杯！干这么甜呢？哎，你跟他钱怎么？你不要了啊，心妍，我不要了。那是你呀。哪有葡萄？这是。一杯白开水。这里是啊。这里是啊。给我拿拿出来。来，干杯。好喝吗？白开水什么味道？喂，小心啊，小心啊！白开水什么味道啊？还是普通白开水哦。你吃什么味？喂，葡萄灭了嘞！葡萄加白开水就变葡萄水。还是这样，还这样不好喝。好吃吗，今天？你把那东西拿走啊！龙井的哪里装饼的袋子，然后不吃它里面的料。哎呦，那边白红红白红白白的什么来着？月亮啊！哇，
飞机的。飞机。这样就在我你的旁边那边看到了。然后是。嗯哼。谢谢什么？这边。啊？这边。啊，是吗？看一下，给我看一下。哎呦，有淡黄的喽。那到底是啊？马蹄。马蹄啊，要怎？哪里？什么来的？马蹄。哦，是哦，这个我没有吃，来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就由我来拍。来，这个马蹄就是有两个，这个是里面有料的。花生。嗯，花生。来，糯米。嗯，花。刚这个可以拉丝的吗？来，你吹看。这个呢，里面呢其实是豆来的。不要动啊，什么来的？看一下。开了啊，开来看。开不了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用这个开。哦，他给你的那个。那是铁啊。铁。然后接下。好。你不要动的东西，我拍不到你。这个真的很难开呀。啊，开有开有。拿到，那给你。你这个用那个尖尖的地方。那在这里拍咯。要有鼻心眼看有多少。这么难吃呢。啊，这样子。这样子。哦，豆来的这个好像老师的样子嘞。啊？哇，我们精心准备的什么腌菜呀、啊？哎呦！你有没有吃？你说。弟，这不好吃。不好吃啊？啊，吃了它那里。你先切，不好吃。等下我帮你开。吃一个豆啊，两分钟了，没有吃到啊你。两分钟了，你没有吃到啊？你有本事你来开啊！四处女巫的力。你有本事结尾了吗？好痛啊，我的肚子。现在好点吗？嗯。哇，你们喝酒啊？小心慢点。那我们杯一杯吧。嗯，这个给婆婆了，真的。嗯。好，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大家为什么我换了声音呢？因为刚刚呢，我们玩的时候。突然，那个灯笼掉下来。对，然后就起火了，但是被幸好我们有用一个纸那个纸板。嗯，对，然后把它铺在下面，不然可能就着凉了。然后呢，现在好了。他在抹地走。然后呢，我们这里要讲。拜拜。